大家好，我是秦岚，我是乐天，我们是蓝天组合，我们祝愿大家端午安康。我们蓝天组合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哎，下面我要为大家画一幅画，来，姐姐笔，谢谢。画的是什么呢？期待你的作品。这画的应该是三颗粽子。哦，三颗粽子，我要不说乐天都没看出来。哇，三颗粽子真的是画得很不错。谢谢。好，大家看好了，乐天帮我拿好。哎，我要送给大家什么呢？看好了，哇，三颗粽子。这是一张最普通的桌子。各位，我们为大家端来了端午节满满的祝福，我们端来了健康无忧无虑，我们为您端来了财富五谷丰登。再一次祝愿大家端午安康，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花似锦，繁荣昌盛。